腺外块瘤解，其实最先的时候，腺外块可以放在下面调的位置后做一个保护作用，这样是达到一个安全的效果。试样摆好之后，就这样子绑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测试了。四个试样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已经摆好了，就可以开始测试了。也是从刚开始这个测试我们拍下来啊。因为测试速度比较慢，所以说看起来效果不是很明显。